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柚子沙生 Cookie， 欢迎来到 UR Studio。哎，又到了晚餐时间啦！晚餐时间要做什么呢？晚餐时间就是要一边吃饭一边看阿神到你家啦，是这样吗？好啦，今天阿神到你家要到谁家呢？今天要到的是 KD 四福七哦。在这边说一下 ，KD 四福七他满额的人是30人，然后最近他的人数已经爆炸了，是的，所以不再额外招收别人喽。然后在那呼吁一下，就是大家寄邀请函的时候，记得把内容打详细一点，太少的会直接略过。然后那个单人伺服器的，不是单人伺服，单人为什么是伺服器？单人的游戏，对，我也开放可以那个实况咯，然后已经有些人寄过来给我了，然后我也找时间帮你们录。记得要寄到我的信箱，我会在下面附赠我的 OUR Studio 的信箱，就是大家把你的记录档丢给我，我就会帮你们实况咯。废话不多说。怎么开始吧？OK， 看样子我少安装了一点东西。我们等等回来。Hello， 我又回来啦！刚刚发现一点技术上的小问题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已经处理好了。那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进来伺服器看看吧。噔噔，这就是 KD 的伺服器。然后，刚刚有。那个哎，这就是那个它里面的 OP， 他是导游。然后左边这一位就是Hello， 左边这位就是开服的那个 Dennis， 你好。OK， 那废话不多说，带我去逛逛吧。走，耶！看看他们的伺服器有什么好玩的东西，感觉人很多呢。开服的是老大呢。老大哦，开服的是老大哦，不是 Dennis。好，抱歉。对，走吧，走吧。我以为是同样的人。这边是西瓜田。西瓜田，西瓜田，这是谁的西瓜田呢、啊？我的。你的西瓜田哦。这边告诉大家哦，西瓜它其实可以合成，然后它种植方法在旁边一定要多出一格，它才可以种出西瓜哦。OK， 走吧。走吧。然后这台呢是我的，我和我朋友一起建造的。这台小麦机，这个是哦，自动收成小麦的吗？对，看好。OK， 拉下去之后，水流就这样照着冲下来。对，这就是小麦的原理，是不是？就是冲小麦的原理。对，而且量还蛮多的，你可以收收看。So ga， 然后再关一下，水就关起来是吗？对，没错。这样活塞挡在那边 ，so ga， 然后就可以去最上面那一行收成了，是吧？对，了解了，好吧，下一个景点。哦，我看一下，这个是别人家火塔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看还蛮亮的，火塔，火塔，对啊。怪怪的东西，奇怪，为什么会冒火、啊？第一步，它是怎么冒火的、啊？就是点人工点火，人工点火，什么意思？没错，就是用打火机，用打火机在中间点火就 OK 了。它这个可以烧无限的。So ga， 这是模组的东西吗？哦，不是，哦，下面放地狱石。对。哦，被改了。了解。哦，好酷哦。是会冒烟吗？会。So ga。好，走吧，下一个景点。走。你在哪里？看不到。在你后面。哦，走吧，走吧。OK， 走。这个伺服器的特色是人很多，是吧？算是吧。感觉蛮欢乐的。那边有一棵大树，那一坨树是什么东西啊？那一坨在空中的那一坨神木，它怎么没有那个树干呢？都被挖光了，好可怜哦。好，走吧，下一个。这边有个巨大的 TNT 呢。对啊，做的。这是家里哦。哎、对，这个可以当个家哦。你看，你当落地窗。好酷哦，下面对，真的是落地窗哎。敲一下就掉下去哦。你看上面，抬头看上面，还有引线哦。蛮有趣的。OK， 到下一个地方吧。走吧，走吧。来参观我的工厂。OK。工厂。这是 IC 的东西是吧？对。
So ga。工厂。这个是发电机是吗？然后牵线过去。对啊。我们这边还有分类哦。分类什么意思？这边。电线区。哦，就是别人可以这边使用东西的是吗？对对对。了解了解。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机器区，机器燃料区。了解了，走吧，下一个景点。走吧，走吧。哎，上面有那个可以提供给别人弄东西吗？有。So ga， 好。下一个地方。噔噔，关门。啊，有没有关在里面的呢 ？OK， 他出来了。参观一下火的试炼。火的试炼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火的试炼。超多墓碑，这不是我最讨厌的东西吗？超多墓碑的，这不是我最讨厌的东西啊！伤害了几百个人，我亲身示范一下。哇 ，OK， 太掉漆了，太掉漆了，第一格就没有过，太扯。好吧，这个不好玩。好了，下一个地方吧。下一个地方，好，等一下哦。这边跳下去有点危险，等一下。下面那个土的颜色，那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黑曜，不，玄武石。等一下啊、哦，玄武石是插件的东西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下，不要下，不要下。好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等一下，地下梯。抱歉，抱歉，没接好。对对 OK， 可以下来了。可以选。OK 啦。OK。小心哦，那边有岩浆，不要碰到。玄武石是插件的东西还是模组、哦？嗯。这个不太清楚，可是可以拿来盖房子，还不错。好，走吧，下个地方。这里是下一个地方。哦，前面我看到一个很高的东西呢，是什么东西？很高的东西。直直的一条。哦，滑水道。走吧。滑水道，好玩吗？我可以去玩看吗？可以啊。这是四不界的特有特色吗？滑水道。玩家们自己盖。走吧。是要跑到街上，这边可以再加建成那种水上游乐园的，可以啊 ，OK OK， 谢谢你的意见，走吧，上来这边，上面有楼梯，跳下去，这边这边这个，天哪，真的会滑哎，好酷哦，还蛮有趣的，有点慢哎。我上次好像在哪里看到有那个，就是下面装冰块是什么样子的，可以那个哦，它会滑，让它速度增加。对，对，它会滑。OK， 下一个景点在哪里呢？你人呢？我人在滑水道旁边。我被砸鸡蛋了。被你砸鸡蛋。可以相信是。走吧。走吧，走吧。OK。它鸡蛋不是会生出小鸡吗？怎么都没有小鸡？下一个景点我看一下哦，要看一下。好。因为，等一下，这边你跳过去吗？应该是可以吧，我尝试看看。我成功了。哦，太神了，超强。这个是，这也是，我怎么一直被砸鸡蛋啊？这个是，这是滑水道吗？不是，那个是应该是别人盖的吧，溜下来。OK， 接下来到的这个地方是这个老实说我还没玩过，我好看。我这边跑出了打钟声了，稍等我一下哦。好 ，OK。这个是红石电路哦。对，没错。哎，连闪器呢？对啊，啊这边没有。不过听说这种连闪器好像会对伺服器造成一点负担哦。真的吗？不太确定。等一下，我把机器接下来。这个机器是，这是什么功用？意义不明。什么意义不明？太扯，走吧。我们还是参观其他的，比较实用。Okay. 真的有点意义不明的发射器。OK， 走吧，你再来。哦，看到了。好，这间是。这间是谁家？看一下哦，
哦，这间对不对？是墓碑。爬上来吧，看看。哦，我被挤下来了。Hello， 你们先走吧。Hello。哎，我怎么感觉人快摔死了？哎，我上来了。啊！等一下，这边有、啊、有个洞，有个洞，有个洞，小心！有个洞。什么跟什么？天啊！我发现这伺服器好欢乐，好多人哦。平常都是这么多人在线上吗？嗯，不确定。有时候就是，比方说伺服器大家要读书的时候比较少人一点。是的。因为这个伺服器主要是学生和那个上班族比较多。那你们伺服器现在有在招生吗？嗯，还是已经。假如说阿神愿意进来的话，我们当然很欢迎。其他新手进来的话，我们很欢迎啊。是的，是的。OK， 到下一个地方去吧。就是基本的规则要懂，就是那些不破坏那些要懂。OK， 这是一定的。对啊。下一个地方是哪里？我看一下啊、哦。我。我说好吧，去他家，去他家。他一直要求要去他家。他可是你的 fans。Okay, 我去他家看看吧。他可是你的 fans。Okay,别这样，在下不值得当你的粉丝。哎、欸、，Dennis， 你不下来，你怎么带路？我遭受鸡蛋攻击。Dennis 下来，真的是。OK， 等一下，我要跟谁呢？哦，跟那个披风。走吧，走吧。对。啊，对哦，我忘记脱我的壳，等我一下。你们先走。壳。对。好。Dennis， 等我一下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这伺服器感觉蛮自由的，可以在到处乱盖东西吗？就是在其他地方乱盖东西。好了，我来了。So good。本人好像是只幽灵的说。哎、欸，你怎么变幽灵了？对啊，这是我的皮肤装备下的。僵尸打他，这里就是 Dennis 他家吗？对，没错。等一下啊、哦，好吧，我一群大男人看着一只僵尸，怎么挺有趣的、啊。我们被打爆，无言，熊爆。看这边有几个人，不用了，你们先进去没关系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不急不急。可以相信。OK。你好，进来吧。走吧。Hello, Dennis。OK。被夹到。稀有。这边有很多壁画呢。这边应该有隐藏的哦。哎、欸，有，这边。发现了。你在哪？隐藏门。对，没错。这边是小房间，就一个小空间而已嘛，意义不明。怎么一群人挤进来？意义不明。太有趣了。OK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机关。贴着墙壁。这是 Dennis 他家吗？对，没错。OK。没了、欸，没有机关了。这边，往这边走。Hello。OK， 好。这间，好，我要进来了。就往下走吗？对，没错。这里是，这边有个暗，下面这是什么矿石啊？这个东西没有看过呢。这是铜，这个是铜。铜哦，对 ，IC 模组的东西是吧？对，没错。OK OK。我切换生存好了，跟你一起跑。哪里、okay. ？Dennis， 我不知道你在哪里。Dennis， 我们在你家地下。等我一下，探索哦，楼梯 ，Hello， 这边。OK OK， 好。越过，不要挡住。走吧。看到 Fish 他的那个皮肤应该是苦力爬，我刚看到他的脖子露线。真的吗？必须把你的装备拆下来吧。哟，果然没错，
克里法，克里法拒绝，克里法桑。OK， 走。这边。来了。这边这边。这个是。哇哦，下面有开关了，下去。哦。哇哦。又。太棒了。走吧，上去吧。本来是岩浆。我看，本来是岩浆哦，太凶了吧，这个东西。上来吧。OK， 我该怎么上去？哦，走这边。等一下。有了，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。该死，等我一下，我们卡住了。好，那你们这伺服器里面最壮观的建筑是什么东西呢？还没盖呢，老实说。就那一颗 TNT 吗？对，没错，就只有那颗 TNT 而已。这个伺服器开多久了？还蛮久，几个月有了。So ga， 跟我走吧。OK OK， 上去喽。走吧。OK OK。Hello， OK， 我上来了。走吧，这边这边这边。OK OK， 走吧。然后呢？去树区。哎、欸，搜感，原来他家门口也是一个机关屋哦。是啊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我想看，我家好像还有一个东西还没让看。走吧，这边，我家有一个矿坑的。我发现那个 Creeper 上的那个好可爱哦，墨镜。哪里？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 Dennis。Dennis 你在哪里？好。这边吗？这边只是个泳池，好吗？第一步，走吧。有洞？真的假的？洞，看一下哦。那边还有只圣诞苦力帕、欸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这边有洞 ，Hello， 这边有洞哦。好，这边这边是，我看看，好、哦，这边也是隐藏的地方吗？太酷了，这边这边，这边有一堆机器，六个。哎、欸，这条铁路是到哪里啊？矿车，等我一下，我拿矿车给你搭。等我一下哦。这是圣诞苦力帕，也好可爱哦。嗨，矿车 ，Hello。好，你在这边。哦，我看到你了。搭上去吧。哎、欸，被搭走。好，我搭上来了。推你一下，推你，推你，推他，推他。OK， 等一下，不要全部挤在这条，都出来，都出来，都先出来。有缺的，有缺的。你们这样，没关系、啊，没关系，不能拍，没关系啊，这样很欢乐哎。冲啊冲啊！阿婶，我推你，快点，我推你。是人力矿车，人力矿车，我被跑回去了。啊，我被推了。我还是用走的好了啦。太麻烦了，这矿车。太好玩了。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OK， 继续往前面走吗？冲啊！这边要转弯吗？这边要转弯吗？不用。啊，不用。先这边，先这边。OK， OK， 好。跟着我。好。哎、欸，这个是右吗？记得没错的话，那应该也是 IC 的。这是头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这边有水，你们不能再喝，不能再打开。又打中了。哎、欸，都拍摄时间好像还剩下三分钟的样子，咱们再速度做一个对。这么短？因为我一集二十分钟啊。呀呀！哎呀呀！走吧，我们去树屋做一个结尾吧。TU 的家。树屋，没动物的农场。OK， 树屋在别的地方吗？树屋在哪里 ？Dennis， 带路吧。等一下，那个 Dennis， 你跑太快了。不知道，哎、欸，那想想看哦。啊，我家还有一个那个，我家还有一个算是地理的宝库，要不要 ？OK， 好。
就找一个作为适合结尾的地方就可以了。那就来我家宝库吧。这四五七人真的好多哦。哇，阿神往这边。好。好。人太多了。可以。走吧。复杂的东西。呀，不是这边。你家太复杂了吧。看一下。我游上去了呢。啊、哦，我有有有有，我看到我看到。你小、哦，你在哪里？我在刚刚那个下去水池的那个地方。这边我看到我看到我看到。走吧，跟我走。好。我家被拆了，真的假的？走吧，走吧。好，我在看到你了。那，等一下哦，往这边走。来了。稍等一下，我放铁铁云。啊，要快点，要快点，要快点。走吧。不急不急。哇，走完走完。这是刚刚在很远的地方看到的很大的树团。树团，对，树团。这边这边，楼梯在那边。楼梯，漫长的楼梯。哦，哦，感觉蛮酷的呢。哎，哎，丹尼斯，你怎么把我家给拆了？因为苦力怕在你家里。梦境苦力怕，好吧，没关系没关系，等下再补，好吧。你家在漏水哎、欸。对啊。这边这边，看到这边 ，Hello， 矿矿坑。看到你了。往下跳吧，勇敢的往下跳。往下跳，好。这不太好吧？不会死吗？不会死不会死，放心。哎、欸，等一下等一下。走超过，走超过，等一下，走超过，往上爬，往上爬，走超过了，往上爬，往上爬。哎呀呀！一下哦，好，在这边。我卡在一个人的身体里面。等一下，这里是哪？这边这边。我有点迷失方向感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急，不要急，必须必须好，必须你借过，你先让那个阿神上来。阿神来吧。啊、看到你了，这边。宝库、啊，你超过了，阿神你超过了，我知道，我被挤上去了，还被挤下来，挤下来啊，太多了，这边这边，等一下，这其实有点难进得去呢，啊，我进来了，耶、yeah ，我成功了，这边我的宝库，私人宝库，这里面是存什么东西啊？里面有钻石啊，有什么的，一个 ，so good。上面还有爬上去是另一个宝库，无眼啊，更多更多钻石。对，好了好了，差不多就到这里了，差不多要做个结尾了。嗯，然后大家如果喜欢我做的影片的话，在左下角有一个喜欢，然后在左上角有一个订阅。那么今天就到这边喽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